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怎么看起来这么消沉？就是突然觉得，我可能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设计师。怎么会突然这么说？我画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，越是着急，越是画不出来。 是不是跟江湖有分歧了？他说你了？他要是能说什么，我现在压力啊，反而也不会这么大了。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说，反而还能帮我缓解一点压力，这样我才更难过。我现在不但没有帮到他，甚至还让他如今的状况越来越糟糕。张恩，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？ 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你跟江湖很像，你们俩都是一样的绝脾气，喜欢什么想做什么，就会义无反顾的坚持到底。还有，你们俩是一样的，都很爱鞋子，不过一个爱画鞋子，另外一个爱买鞋子。江湖啊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爱做鞋子的了。所以连我都很佩服你们俩对于爱好的这种持之以恒的毅力，所以。 其实我也相信，你们两个人的合作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。会吗？当然会，只是啊，也得对自己有信心。